是上个季度小商品市场和矿上的分红都在这儿了。其他股东的都已经给完了，贺局长那一份准备好了，你就放心吧。嗯，永红啊，最近反腐抓得很紧，咱们县又新派了一位女书记，一定要格外小心。放心，我知道。喂，是于所长吗？是我。我要报警。什么？报警？白峰煤矿的董事长被石家庄的村民扣押了。谁那么大胆？我们马上过去。刚才啊，这所里接到报案，说这白坡煤矿的董事长霍文喜，这申家庄的人给扣押了啊！邵书记呢？赶紧，咱们去处理一下。哎呀，邵书记病了，病了啊！那你们乡里得去个人啊。咱乡的情况你不知道啊？邵书记常年病号，乡长的位置空缺半年了，胡副乡长去党校学习。你看，全乡就我这么个副乡长，还是带病参加工作。你再怎么说，乡里得去个领导吧。万一老百姓提出什么要求和条件来，得你们乡领导拍板。可我这个副手，说了他也不算呢。你行，反正这事儿我可跟你们乡里汇报了啊。哎，老爷，当领导的碰点事儿推三阻四，成什么样了？邵书记呢？邵书记病了，没来。邵书记，哎，哎，邵书记，他怎么又来了？是吗？张副乡长，你还不如跟于所长去申家庄处理煤矿的事，这跟老周来应付。对，那你们去处理一下啊。记着吃药吧。你放心吧。老于啊，老于，老于。老爷，等一下。我跟你去。邵书记。我说人不在吗？邵书记。这都上班了，你扯嗓子喊什么呀？你上个屁班啊！你们除了喝酒打牌还会干什么？崔大娘，你好歹你也是个村干部啊，你怎么胡说呀？你哪天敢看我们喝酒打牌了？我不跟你废话。邵书记答应这个星期去石家庄解决土地流转和分配宅基地的问题，可等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没看见。邵书记住院了。那他什么时候出院？他病好了就出了。行，好歹我也是个村干部，你们就拿我当猴耍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再不解决石家庄的问题，我就告到县里、市里。这个村大没人管，他先管我。告诉你，这个崔大条，他也太过分了吧！就他那点陈芝麻烂谷的事儿啊，什么沈保国贪吃贪占，什么什么小商品市场土地流转啊，还什么宅基地啊，这个听得我耳朵都磨出茧来了。这石家庄也真是，的问题就是比别的村多。你看，煤矿又出问题了。有人吗？乡里有人吗？喊什么呀？乡政府牌子让摘走了。赶紧去！你就玩吧。
是不是给县公安局挂个电话？干嘛呀？咱们去了，要是他们还不放人，那就得让公安局来支援。我早就联系过了，他们说让咱们先去看看情况。哎，不能轻易乱抓人。如果咱们有啥需要的话，他们也会过来支援的。啥？他们也会派人支援？啊？这什么话？这不靠谱吗？我也没办法呀。哎呀，这真急人，这怎么还不到啊？哎，来了。你好，是于所长吗？对。我是白方煤矿的副矿长，我姓吴，这是二位技术员啊。这位是咱白国乡的张乡长。你好，张乡长。副总，跟我说说情况吧。别着急，慢慢说啊。我们董事长啊，发现矿上来了很多人，追要赔偿款，就主动出面解决这个事儿。结果啊，被村民王二黑啊关到家里好几个小时了，说不给赔偿啊就不放人。行，带我们去看看。好的，走走走走。董事长出面也是为了解决问题。哎，到了，这就是王二黑家了。等等，你们谁是王二黑啊？我就是王二黑。王二黑，所里接到电话说你把白峰煤矿的董事长霍根喜给扣押了。放屁！怎么骂人呢？谁说瞎话我就骂谁。你既然没扣人，矿上为什么报警啊？要不怎么说他放屁呢？霍根喜是自愿来跟我们谈事儿，这叫扣押吗？好的，你既然这么说，把人放出来。着什么急？我们这儿的老乡都好客，在这里好吃好喝的多住几天。王二黑，你这是胡闹！扣押人质是违法行为，你不知道啊？我当然知道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们在跟霍根喜谈事儿，谈正事儿。谁找你们来的？你们找谁去？王二黑，我不管你跟矿上谈什么事儿，这大门锁着，人被关在里面，这就是扣押人质。如果你不放人的话，这性质可就变了。别拿大话吓唬我们这些小老百姓，煤矿挖煤都挖到我们住房底下了，如果房子塌了砸伤了人，性质变没变？煤矿要不要负责？亲们，大家听我说，王二黑，你说的这个问题，乡政府会想办法解决，可你不能扣押人质。行，你说扣押人质就扣押人质。你既然承认是扣押人质，就赶紧把人放了，要不然我告诉你，要不然怎么样？你们不就是想抓人吗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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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闹什么呢？于所长，我来晚了。秦支书，你看这……哟，我说还愣着干啥？上医院啊！快走医院！这是派出所小黄录的，后来您心脏病一犯，就没再录。多亏了于所长他们，要不然呢，这条老命没了。哪能啊，您啊命大着呢。哎，我说乔石，嗯，好的问题怎么解决？他们看您晕倒了，当时马上就把人给放了。我就这样。可是治标不治本，这不还得闹吗？哎，把他关了吧。哎，这事儿邵书记知道吗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我哪能不向他汇报啊？他就住在后边的病房，视频我都给他看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能怎么说？他说，哎呀，咱白伯乡够乱的了，这事儿啊尽量压一压，可千万别报到上面去。再说他
他有病，没精力处理。有病辞职，哼，占着茅坑不拉屎。人家才不稀罕这顶乌纱帽呢。刚才我上去的时候，看见他床头柜上辞职报告都写好了。辞职报告啊。哎，王部长。请进。今天刚听说白坡乡的事，这么快就来了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这种临阵脱逃的干部呢，不留也罢。开会决定吧。加上邵金明这一任在白坡乡被撵回来和自动辞职不干的，这已经是第八茬了。哎，这老百姓他们还编了个顺口溜，说白坡乡领导真操蛋，不是想贪就是怂蛋，来了不干不如滚蛋。老黄，你是老组织部长了，我刚到宁安来，对宁安县的干部呢不太熟悉。你说说，不到六年的时间，白坡乡就换了八茬的乡领导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？是我们县委的责任呢，还是乡干部的素质问题呢？怎么说呢，其实啊，两方面的原因都有。当然我是组织部长，我的责任最大。老黄，我不想听你在这儿做检查，你要是想说呢就说真话，说实话，别跟我说那些套话，我不想听。好吧。老先生，坐。哎，哎呀，哥，我听说邵金明辞职了，怎么着，县里批了吗？那还用说呀，何书记调来之前是市委组织部主管人事的副部长，对像邵金明这种撂挑子的干部，他绝不会挽留。关键是下一步谁去白坡乡，派去了，老百姓会不会给撵回来？何书记初来乍到，真是难为他了。嗨，就像你说的了，他初来乍到，对宁安的情况一点都不熟悉。你是老宁安了，这个事儿你心里还没个底啊。干部的任命最后拍板，要一把手何书记说了算。嘿，他说了算，他说了算没有用，这。他刚来几天呀，那人名字都叫不齐呢，最后还得你说了算了。永国，过去看看院里都有什么变化。这派往白坡乡去的父母官啊，优秀的不能去啊，去了呢误人前途，这平庸的也不能去，去了呢整天混日子，所以啊只能派那中不溜的去。那去了至少可以从副科提正科。嗯，这个白坡乡前七任党委书记和乡长啊，加上邵金明这一任，基本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全区赴任的，而且啊每茬回来都是鼻青脸肿，面目全非。是这样。哼，怎么样，县委县政府的大院变化很大吧？不就是摆了点花花草草，车停整齐了，院子也打扫干净了，有什么用啊？全是样子货呀！那女人就是女人，她就当了县委书记，她也逃不开女人的天性。这我就不明白了，市里头怎么想的？放着你不提拔，非要把她给弄来。这话在外面可不能乱说呀！啊，这我知道，我要连这点轻重都没有。我就别在社会上混了，哥，我就是替你抱不平。你郑县长干了一年呢，干得多好，那轮也该轮到你了，不是？无所谓，无所谓。白坡乡积重难返，干群关系紧张，这群众上访告状成风，这谁去了也不好使。是你一个人这么认为，还是？不光是我一个人，整个常委班子恐怕都是这种想法。照你这么说，白坡乡没治了，是吗？
那倒不一定。不过到现在我也没想出来啊，谁有能力去收拾这个烂摊子？哎哥，其实我这儿倒有个人选，就是县供销社的那个赵主任。赵朝亮啊，那不是你二姨夫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你看他现在呢是50刚出头，还是个副科，咱们呢借这个机会正好给他扶扶正，然后在这一届上干上两年呢，退到二线去。其实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啊，他在供销系统混了一辈子了，经济上的事儿他都门清。你说将来是卖土地给小商品市场啊，还是跟矿老板打交道，他都摆得平。最重要的，他能帮着咱们控制胡文东，你考虑吗？赵朝亮的各方面能力呢，肯定没得说，只是年龄稍微大了点儿。啊，这个他不是自己人嘛，对吧？我想着成不成的，有枣没枣，咱们打一竿子。万一成了呢？就白坡那个烂地方，谁愿意去？好，我明白。县委办宋主任吗？请你立即叫上司机，跟我一起去趟白坡乡，同时通知耿县长，下午的会等我回来再开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何书记要去白坡乡。何书记，这就是吴侯乡。这个吴侯乡建设的不错嘛。是啊，吴侯乡一连三年都是咱们宁安县的模范乡。反正路过，要不咱们去乡政府看看吧。差的也不能放过。这个月呀，咱们要把全县都跑遍了。咱们宁安县不但风景秀丽，而且物产丰富，只要干群合力，一定会成为全市的经济长廊。宋主任，前面出什么事儿了吧？不知道呀，看样子堵得还挺厉害的。何书记，去白坡乡还有另一条道，要不咱们把车退回去改道吧？不用了，咱们下去看看。地是咱们村集体的，本来是准备干什么用的呀？可是现在呢，有人要在这块地上盖自己的私房，怎么办？马总，开车。这个人是谁？他是吴侯乡的党委副书记王天生。停！跟上，跟上！王天生，我看你当的有多大胆子！那个拦车的人是县里出了名的钉子户。我说胡二哥呀，你在集体的地方私自盖房，关于这件事情，乡里的干部跟你说过，我也跟你说过，可是你呢，不但不听。而且还继续接着干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所以我今天只能来推你这房子。我就是不听，你说出大天了我也不听。你还带车来推我的房，
干脆联网带房一块推了得了。你干什么呀？啊？把铁锹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花二哥，这块地是你们家的地吗？村支书批我的。村支书是谁呀？你少装糊涂。村支书胡一海，那是我兄弟。哦，村支书胡一海是你兄弟呀？胡一海来了吗？来了。在哪儿呢？来了。老胡，胡支书，别走别走，我看见你了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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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马书记，哎，喂，来来，哎，兄弟，老胡啊，你二哥这事做的可有点太过了，你这个当支书的管不管？这我不知道呀，马书记，你不知道？要没你这个当支书的弟弟，他敢这么干吗？这跟我没关系，跟你没关系。老胡啊，你跟二哥这房子拆也得拆，不拆也得拆。你要是把你哥这事平了，你在我王天成心目中你是这个，在乡亲们面前你也是这个，否则的话房子也得拆，你这个支书我看也就甭当了。我王天成是个什么人你是知道的，我就等你一句话。是个明白人，讲理。别在这等着了，回去吧，别找事儿啊，哥。我问你，是县里的局长的，还是乡里的书记的？哥，你啥意思？给小五打电话，就说是我说的，乡里的书记要拆我房子，问他管不管？别闹了，哥，这事是咱们不对，乡里的书记和县里的局长一般的。小五他管不了他，你再这么闹下去，我这个支书也得给他给抹了。你是我亲哥呀，你能害我吗？哥，你看着办吧。这是干什么的？啊，我们就看看。你们看什么呢？啊，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王天成书记从村里回来了。他也有一辆这样的车？啊，没有，他喜欢坐别人顺风车，我以为他搭你车回来了。啊，你们是哪个村的？我们是三个村的，找王书记办事就凑一块儿了。那曹书记和其他的乡长不在吗？都在呀。啊，那放着一二把手不找，有什么事儿非得找王天生这个副书记呢？别看他是个副书记，
这个人呢，说实话办实事儿，办成办不成的我们都信他。哦，是这样啊，他很快就回来了，你们在这儿等他吧。何书记，宋主任，以上就是我们吴侯乡贯彻落实中央关于三农工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，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请何书记跟宋主任批评指正。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形势下，如何夯实农业生产基地？你好，王天生书记在吗？不在，正开会呢。哦，开会呢。对不起啊。党中央提出了中国梦，我们广大的农民呢，要用实际行动来响应。哎，曹书记，我们家的母猪正闹猪呢，我想问问王书记，配什么品种的猪能卖个高价啊？胖子，王书记他不在。我知道他不在，我就问问你，他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们村到乡里十多里路呢，我是等他还是不等他呀？哎呀，胖子，这个你等不等他，你自己做主。那我还是等他吧，要我白来一趟。你们开你们的会，甭管我，我啥也不听。王书记回来了。王书记，王书记，王书记，你可回来了呀！你要再不回来，我们今天又白跑一趟。是，你看看，我不是跟你们说了吗？有什么事打我的手机。你们不是有我的手机号吗？对了，二强，你的事不是办完了吗？怎么大老远又跑来了？就想你了，过来看看。想我了？走。对了，王书记，啊，我们村里的事儿啊，你得帮我们出出主意啊。我们村干部之间有点小疙瘩，你得亲自出面。啊，他们都听你的。行，这事儿好办啊。好，对了，大哥，那个你那个事儿联系怎么样了？对方答应办了，就是合同上有些条款啊，我们吃不准。我想过了再跟你念叨念叨。哎呦，这个合同上的可不能马虎，对吧？这样吧，你们到办公室等一会儿，我开个会，然后啊，咱们就按照顺序一个一个来，好不好？哎，行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王书记，王书记，哎，回来了，我等了一天了。慢慢慢点，胖嫂。哎呀，怎么了这是？我就想问问你啊，我们家猪啊闹猪呢，配什么品种猪啊能卖好价钱？胖嫂啊，什么挣钱他干什么？就凭眼里啊。选种很重要啊。这不问你呢吗？配什么品种的猪能挣大价钱？哎呦，这太重要了，我得给你详细的说。你瞧这几天我等你啊，都吃不好，我都瘦了。哎呦妈呀，那我可没看出来。啥眼神儿啊？行了，胖嫂，到我办公室等着我，我开个会，马上我给你详细的说。好，行，那我等定你了啊。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好嘞，我们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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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书记在胡家庄啊，哎呀，光忙着斗钉子户了，没看见书记。斗得好。怎么了你？不往下搬东西啊？晚上怕让人看见咋办？你说你也大二十几的人了，啥事不过个脑子？在车待着等着吧。护士啊，请问你的丈夫下楼的地方是在哪头啊？是在里面。啊，好嘞。哟，真是出来了。石秘书，哎呦，我是来谢罪的啊。丈夫下楼在哪儿呢？我去看看他。丈夫现在在输液。没事，医生说了。老毛病了，哎呦，这事都怪我呀，没把村民管理好。你看，这事发突然，谁也没办法，不是？甚至说，你们沈家庄的事儿也确实太多了。今天你们村那崔大田又到乡里来闹事儿了，还把乡政府的牌子给摘走。这，他摘牌子干啥？那为啥？您还不知道？依着我，那就把他抓起来。杀一儆百，看以后谁再敢闹腾。哎呦，沈支书，那如果抓人是万能的，那还天天谈和谐干什么？啊，就任着他这么闹下去，他今天敢摘牌子，明天就敢接了。你不信，你试试。是，他闹事儿固然是他不对，但是咱是不是也自我检查一下？
是不是有什么把柄在人家手里？把柄？您作为一个老党员、老支书，咱村里的一把手，咱做事儿这风格能不能高一点？石秘书，你说对，行，我听你的。我那个来的时候，给你和那个丈夫乡长一人带了一箱酒，让不让孩子给你们送家去？哎呦，可不能，可不能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八项规定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行行行，恭敬不如聪明，那我就走了哈。我这离不开人，就不送您了。哎，好嘞。哎，甚至叔，记得让他赶紧把牌子给送回来。行行行行，哎，我回来。甚至叔，您慢走。白坡乡，从街上的卫生看，比吴侯乡差远了。白坡乡和吴侯乡一样，都是第一名。不过这个白坡乡啊，是倒数第一名。这怎么行呢？哎，我听说白坡乡不是有个矿吗？储量很大，效益也不错。怎么说呢？反正钱没有落到老百姓的手里。效益不错。老百姓怎么会没钱？回头你们到矿上啊，仔细查一查，好好了解一下情况，看看有没有政府人员在里面参股。这白坡乡的情况非常严重，要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必须要改变现状。怎么说呢？其实白坡的问题啊，主要是山家庄、大巴村这两个最大的村。这两个村支书啊，一个申宝国，一个张西平，在村里、乡里，甚至在县里都无人敢惹。没人能管吗？要是能管的话，能六年换八任领导干部吗？我们直接回县里吧。靠边停一下，我要去到老校长那儿。来宁安这段时间我还没有去看他呢。哦，也好，正好把这几天看到的情况向您的老校长汇报一下。是。那行，那我就先下了啊。老校长在吗？在。想你了，来了。哎呀，哎，何书记，喝茶。哎，喝茶。哎，哎呀，真的特别想你。相信你，相信，相信。您知道吗？嗯，我去宁安县这段时间呢，看到了基层的一些情况，嗯，也发现了一些新的问题，嗯，我真的心有感触啊。我呀，就是想跟您聊聊，有些事情呢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了。理解，或者也是自然的。你看看，你这是刚刚上任嘛，对不对？人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堆在你的面前。哎，我对你呢是不担心的，其实，真的，你有这个能力，对吧？要了解他们，体察他们。因为必须有这个过程，
你说呢？可是呢，您知道吗？有些事情啊，他要你立刻解决，或者马上就表态。我，那当然，你也知道这些年是吧？尤其这两年，你说这新农村的发展有多少的变化？太多的有利因素了，是吧？那相应着呢，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那你怎么办呢？这时候你首先要抓这个基层的干部，抓他们思想，这儿。而且你要要求自己，你是领头羊啊，是不是？更要有不同的一些努力，争取做到做好对三农的工作，是不是？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呢，我们讲的使命，使命感。有了难，才让你呢有用武之地，你说对不对？您这么一说呀，我豁然开朗啊。那就好。您知道吗？当年在党校的时候啊，我听您上课啊，您只要一讲，我这脑洞啊，马上就打开了。夸张了吧？真的。我倒是需要别人夸我，但是别这么夸，有点太夸张了。哎呀，到了饭点了，吃点东西吧。今天就有炸酱面，知道吗？您做的？对呀。那我就吃点吧。好吧。陈支书，陈支书，啊，李丽啊，您抽抽烟？不抽，不抽，你又不抽，咱们村这事闹挺大，警察。这事跟你有啥关系？对对对，跟我没啥关系。支书，咱们宅基地啥时候分呢？我儿子结婚，等着盖新房呢。分就知道分，我知道啥时候分。我现在这不也等上头政策吗？哈，不急啊。哎，我懂，我懂。支书，我县法院的亲情协调还在您手里。对啊，河边那条地，给我没啥问题。我现在还忙着呢。小花，磨蹭啥呢？那您忙着，您忙着，赶紧把车开到村子回去。是啊，胡乡长，昨天张副乡长陪于所长去处理矿井事儿的时候晕倒了，乡里现在也没个主事儿领导，您看您能不能跟党校那边请几天假回来处理一些事情？我回去也解决不了问题。张副乡长什么意见？张副乡长的意见是马上把情况向县委反映。我觉得也是，听听县里怎么说。我现在呢正在党校门口等市企业局的小张，他呀帮我邀请了浙江的吴老板，关于石家庄小商品市场的事儿。哎，小张来了，你呀抓紧向县委县政府反映情况啊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啊。好好好，我挂了。走。情况怎么样？这个浙江吴老板跟我们市企业办有项目合作，开始啊挺愿意过来跟你见面的，可是一听说你是宁安县白坡乡副乡长，说什么也不来。不是，为什么呀？我这一小小副乡长有那么可怕吗？哎呀，不是你可怕，是他们小商品市场啊用的地啊是你们申家庄的，这你是乡里的父母官，这里面有什么猫腻不用我说了吧。我不问他们经营方面的事儿，我呀就是想了解了解小商品市场在土地流转上哎，和村里边是怎么签的合同？这你到村里把合同调出来一看就明白了呀，不用费这个劲儿。我想了解的是合同背后的猫腻。
多少情，多少疼爱，多少看。